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医疗箱是吃鸡最顶级的药品，很多玩家一直有个疑问，医疗箱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今天我们一起近距离来看看吧。首先一，肾上腺素，最左边的肾上腺素，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。二，真空管，肾上腺素右边黄色的这根管子是真空管，用来采血的管子。三，镊子，镊子主要用来夹取物品，比如中弹了夹取子弹等等。四，医用剪刀，作用不用多说了吧，用来紧急手术用的医用剪刀。五，绷带剪，顾名思义就是用来剪绷带的啦，用多少剪多少，不浪费。六，止痛药，这个就是吃鸡的止痛药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七，纱布，纱布主要是用来医疗包扎。八，绷带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就不多说了。九，消炎药，作用就是防止伤口感染。十，医用胶布，我们去医院吊水用的胶布就是这种，主要作用就是固定绷带纱布的。不得不说，医疗箱里的东西真的很齐全啊。除此之外，医疗箱里还有一样东西，小伟始终不知道是什么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转发哦，我们下期见。